们现在跟着这台东这个丰盛里里长哦来看，现在因为台东整个风雨其实还是有啊，对不对？现在这边是怎么样情况，里长？现在这个状况是招牌掉下来啊，挡到这个马路边，那我们摆置这个三角锥啊，哈，对，避免让这个民众在这边通行造成危险。对对对。哦，所以两边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哦，它这个是汽车，哦，它是整个还好没有砸到人车哈。对啊，也好险没有砸到车子。对啊。那个你们刚刚之前辖区还有一件状况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刚才那个状况是民众的整个三楼的铁屋掉下来砸到车子砸到民房，那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找那个吊车来协助把那个铁屋吊走，怕待会风势又起来之后去砸到人这样子。是，对对对。在目前辖区，所以台风过后就是这个时间点还是一直会接到讯息来帮忙处理嘛，是对不对？是是，没错没错，还有一些位置都有停电的问题。嗯，对对对。所以你在一一在帮忙做处理嘛？对对，慢慢的排除啊。是。对，慢慢排除。哇，这个所以每一次台风就这样嘛哈。对。啊，这次台风你们有感觉到特别？非常强，非常的强，很大。这次台风真的很大，刚刚瞬间阵风，大家都吓到，因为很久没有这样子了。嗯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非常的大。所以比三陀那一次对我们辖区内造成的状况还多。对，这次首当其冲比三陀台风还要强烈。对啊，台东这里。对，是是，对。好，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地方就是整个招牌掉下来。那现在刚好接到里长说，虽然风雨大，但是因为要赶快挡下来，就怕有一些车辆不知道就直接撞上。这是我们目前在台东所遇到的最新情况，主播。